陈金峰担任台湾队教练，原队尊重决定。基金考虑，台湾巨炮陈金峰终于决定加入明年经典赛台湾队教练团。这次退下球员身份的峰哥说，决定加入教练团，主要是为了继续传承对台湾棒球的热情。除了郭台元总教练的信任外，更要感谢拉米狗球团尊重他的决定。拉米狗领队刘介廷也乐观启程，他说与陈金峰明年的合约还没有确定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尊重他的决定。陈金峰加入教练团后，将负责打击教练的重责，在荣耀与责任之下，将与教练团其他成员继续为台湾棒球付出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